Important question 就是我们看起来谁比较老？哇，这个洞比我跳是不是？你猜我几岁？你们你猜我几岁？你跟我扎了是不是？你觉得我们几岁？你这样吗？我他。你是今天第一个答对的人，啊、对，那也紧张了你。居然被猜过三次，你知道我国中的时候还有人问我要不要办信用卡，那你们猜一下他几岁？我和他新发现的 YouTube 频道可以推荐给大家的，新发现了你们。谢谢。欢迎收看 Kelly Channel， 我不是 Kelly， 我是米妮。Kelly 在这里。Hello。有人还在化妆。我们今天要去创作者年终派对。感谢阿迪的邀请。25号晚上要参加，所以我改到25号清晨降落。5点钟的飞机降落，然后现在立刻赶过来化妆。我降落完，先回家洗澡，然后立刻过来化。我们下午要先去棚拍一下，因为我想说我很久没有拍照了，希望我可以打败我的时差，因为到晚上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一个梦游的状态。加油，我们要多认识一些人。可以的，加油。完妆啦，这个妆超美，我超喜欢。稍微调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欧美妆，下次再来试一个韩系。好的，非常适合。我们要去 Hollow Face， 我之前去过一次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。拍新相机。对 ，Also， 这是我新相机的试用。大家看那个画面吗？这里好多。衣服可以选哦，但是我们都已经自己化好妆，自己带衣服了。这是我今天晚上去参加派对要穿的，全身在这边开一个超高叉，就是这样子的 outfit。希望等一下拍照会好看。现在拍完照来面无一灯吃饭。有人在尾牙前先吃饭吗？我们。待会不能想着说我很想吃吗？也要想着说我很想拍片。我的是干贝的这个。然后它的是松露的，对。从早上5点开始，一路没有休息，现在下午5点，还要一路撑到大概10点左右，差不多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在大厅了，我们现在社恐新人要挑战进去社交了。哎呀，我刚刚已经看到有创作者在这边门口拍片，我觉得这让我安心很多。哦，看起来不会太奇怪。对，大家都在拍片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要去报道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各位，我们刚才看到志祺，超帅，超帅 ！Oh my god， 超帅！哇塞，告白志祺，志祺，你会看到这个影片吗？好帅！YouTuber 们已经开始拍片了，志祺在这里拍，然后这边在报道。Hello， 这是我姐。你好，你好。Kelly told me a lot about you。哦，真的吗？我那时候在讲到他工作啊，然后还有他做那些题目什么的。就是廉价劳工的部分，就是我。的确是，我跟你讲 ，YouTuber 的兄弟姐妹都是廉价劳工，没错，就是我。这个 After Party 的卡片背面有题目，这种是我擅长的、啊，就是我肯定解得出来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在这个背板后面是皇室兄弟。我们刚才又看到很大牌的，对，大牌都不敢讲话，而且我刚才就我只是跟他们对到眼，他们就会这样，就是点头什么，然后我就哦，他们好有礼貌，不能这样大方一点。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座位，我们来找一下48桌在哪里。48是在另外一个 room， 我们被分了定员 room。看到42哎。那个服务员说没有48桌，我刚才是我听错还是那个人讲错？我竟然想说怎么看起来没有这个数字？不知道，他说你的桌号是18桌，应该啊，我现在是18 18 18 ，OK， 走。看一下这一桌食物。
恭喜突破十万订阅，恭喜你抽奖，对我们老师，对我们老师，董和平，和平请上台，十位，还是来点题好，反正抽不中。但是这个我看一秒就看出来了，这出的太简单了。Thank you. 我们现在采访到第一个人，我真的终于突破我的社恐。我是第一个人。对，但是我刚才完全没有 approach 别人。OK OK。那我们找到了Ian，因为我觉得感觉你跟我的背景稍微比较接近，所以我稍微更敢 approach 你一点。Okay, 对，而且还有 mutual friend。啊对对对。所以还可以，大家都会认不出来我们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。所以我今天想问大家，觉得我看起来我跟她谁比较老？哦，所以她是你的 manager， 姐姐或妹妹。Important question 就是我们看起来谁比较老？哇，这个洞给我跳。是啊，我觉得是双胞胎。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长得像吗？像的哦，真的吗？蛮像的。那你们差几年？我可以先知道吗？两岁、嗯。我觉得你是姐姐，我是姐姐。啊，你猜我几岁？你猜我几岁？你刚好杀了是不是？24到25。我22。我要被杀了。不会，顺便采访一下，既然在年终派对，你有没有今年最喜欢的 YouTuber？ 今年我自己蛮喜欢一个频道叫做The Average Rob， 他也是做很多挑战类型，然后我好像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他大概30-40万订阅而已，然后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运动，对，他会找一些职业运动员，然后很像嘟嘟妹会看的风格，对，我觉得就很热情，很好玩。谢谢伊恩，谢谢 Kelly， 谢谢。我们现在邀请到雨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昕。现在拿着摄影机的，她是我摄影师兼姐姐或妹妹。突然我们是亲姐妹。我觉得我知道真实答案。哦，真的吗？但是如果是第一眼我看的话，我会觉得她感觉比较像妹妹。她是你才是妹妹，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你知道答案？我觉得我会看一个人的表现，就是我觉得她比较羞涩，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比较像妹妹会有的感觉。可当你会这样问，就表示我是妹妹。对，对，就是我在推你在推。对，更难的问题来了，你觉得我们几岁？这样吗？姐姐应该29。哇！那我24。哎，我比较近，我比较近。我22，他24。我跟你讲，穿着啦，你要看一下，你今天穿这样，然后说22跟24，对。你觉得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我跟摄影师拿着摄影机的。觉得你是姐姐，她是妹妹。没有人会觉得我是妹妹啊。所以你是妹妹啊？我是妹妹。你觉得她几岁？你觉得她看起来像24岁？因为如果是姐姐的话，大概25。她24。我22。哦，所以你是妹妹。我是妹妹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既然我们在年终派对，那你今年有没有最自己最喜欢的 YouTuber？ 我最喜欢 Cheese。有。有。对，我希望我今天可以遇到他。我今天也是来追星的，我觉得。我今天看到志祺，我也觉得哇，志祺本人。志祺真的很帅。对，志祺一走出来，我跟他就志祺 ，BTS。谢谢雨昕。我们邀请到 Gina， 我真的也是 Gina 的粉丝超久了。想问你觉得我们两个看起来谁比较老？觉得谁是姐姐？谁比较老吗？对，他差几岁？2岁。2岁。有点难呢。你第一眼会觉得我们是姐妹吗？没有特别觉得是姐妹。她比较像姐妹。哦，你是今天第一个答对的人。啊、真的吗？对吗？对。那我也是乱猜的、啊。真的吗？那你猜一下我们看起来几岁？24，26。哦，你很会猜耶，猜得很近。对，但是我22，他20。谢谢 Gina， 谢谢。我真的是来追星，来圆梦。我们现在邀请到 Deeper 的 Mia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在我开始问之前，我真的，我觉得非常感谢 Deeper 这个平台。怎么说？让我有感受到我是霸凌。可以帮我打码吗？就是。今天摄影师是我的姐姐或妹妹跟我一起来，然后
后其实很多人都会就认不出来我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我们看起来谁比较老，谁应该是姐姐？刚刚呢，器材有点小问题，我有从你们两个对话之中，我来猜哦，我猜你是不是姐姐？刚那个对话中有种姐姐在跟妹妹沟通的感觉，觉得说，嗯，那你把重开机一次就好了。好，我公布哦，你是妹妹，我是妹妹。啊，好。下一个可能更难的问题，那你觉得我们几岁？坐下我，我觉得大概24岁吧，是不是？认真猜呢？28岁，我认真猜28岁。我22。22。那也剪掉了，你22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今年有没有最喜欢的 YouTube 频道？今年蛮开心，可以跟嘟嘟妹合作到，因为我一直蛮喜欢他们。对对对。我刚才也有采访嘟嘟妹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我好走心哦，我猜错的太离谱了。你可以觉得我36岁没关系，对，我已经没有什么下限。我们现在邀请到于德宇跟黄蓉，哇，真的是两个最不让我社恐的。我刚才在跟他们话题，唐文整，他们两个我都会跟他们拍片，所以期待之后的影片，这次应该会先上。没错。Anyway， 我今天想问的是，很多人都会猜不出来到底我跟他谁是姐姐谁是妹妹。你们是亲姐妹吗？对，我们长得很像，因为、你们不知道。有，刚刚我刚看他现在，我就想说长得也太像，一定是亲姐妹吧？我觉得他是姐姐，然后我觉得是妹妹，她是妹妹。她是姐姐，你不能说吗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她有个姐感哦、啊。他们俩在那里感觉比较像是她在照顾。你几年？我1999。哦，你跟她同岁。我01啊。哦，我也01。对啊，我们两个是01。我刚才就是会被猜一个什么什么2829。没事没事，我之前被猜过3遍。你知道我国中的时候还有人问我要不要办信用卡。最后一个很 peace 的问题，你们今年有没有最喜欢的 YouTube？阿弟跟 Juice， 我今年最喜欢的 YouTuber 就是 VW 啦。谢谢，可以大家多看他们影片好不好？黄蓉最近也上了一支采访，很久才上一支。哦，对啊，很久才上一支，每次上的主题都乱跳通。好，谢谢你们。这边是 Dina 跟 Nana， 你觉得我们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你的 intuition 是什么？姐姐。哦，那你觉得呢？她是姐姐。她是姐姐，她是姐姐，对对。那她没有姐姐的样子啊。哦，那你们猜一下她几岁？21、23。你是目前猜的最近的，我22，她24。哎，很准呢。最后一个比较 peaceful 的问题，就是你们今年有没有最喜欢的 YouTuber 或最喜欢的 YouTube channel 什么的？我最近都看 B 卡的。哦，那个。哦，因为你中文很好了，应该是那种 tutorial 类，比方说怎么绑头发，或是怎么涂装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邀请到宝妮来采访，我觉得我今天都邀请到各种我的偶像，想请你先猜一下我们哪一个比较老。你们长得很像，没有错，我猜你是妹妹。你猜对了，你猜对了，对，而且你是真的很少数猜对，因为姐姐有一种沉稳的气。哦，真的、啊，他有一种 hold 住一切的感觉。可能是你刚刚没有表现出那种惊慌失措感，我比较有。24啊，很近很近很近，22。22，然后24，然后对，再问最后一个很 peaceful 的问题，就是今年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YouTuber， 或者是你特别新发现的 YouTube 频道可以推荐给大家的？新发现的你们，谢谢。我等一下要订阅一下，谢谢谢谢，大家也要关注宝妮的频道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创作者晚会就到这边啦，真是有种追星的感觉，而且食物超好的，很好玩。虽然我的社恐人现在还是很社恐，但是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可以更好玩。好吧，那今天影片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追踪我的 IG 跟 FB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那发现第一人竟然有粉丝，表示我有关注到你。